这些世界那不大。猴哥，猴哥看见我停下来，猴哥铁腕，猴哥，猴哥，铁腕，大哥，你说我铁腕？这个这么多死了吗？那你们那边是有警长双倒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太医这边是我刀的，然后你们那边自己聊，反正这边我能认下王拉奇吧？你们这是应该在饭堂倒的牌吧？那太医我和他复活在电击室那个下面那个叫什么反应器那边。我说太医你什么身份？他犹豫了很久，我工程师啊，然后就跑，好吧？我就一路追，追了我拍空格一路追，我说你工程师有几个好的嘛？我就给他刀了啊。然后王拉奇应该是看见也听见了，哎呀，那你就给我死啊！我直接跟你换，你能聊出警长双档，你就只能是个正义。你是正义，我是什么？我刀子猪猪。那我起身就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医疗室碰到了跟仙姐复活在一块，我就找他要身份，他搁那愣住了。然后猪猪过来了，猪猪过来就问你什么意思？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不大对，结果我一刀，啪，人狼恋，直接倒俩。哎，出一逼的过。EBC 这个发言坏了，就是很不对劲了。你说你自己要不然就是正义，要不然就是警长，你还怀疑死这么多人里面会警长双倒，漏洞百出，叔叔，好人走的，我投 EBC 过。跟好人好像没什么关系了。我操，五个鸡腿，他猪能全爆开，我靠。猴哥跟布布是警长正义，呸，警长双倒走的。我刚喊猴哥，啪，五个鸡腿全出来了。这外置位的能是什么好？谢谢小飞棍来喽。不，跟你好的有什么关系？桃花仙啊，投十八亿啊，投十八亿不分票啊。我能保的是铜珠啊，铜珠是没有看到的一张牌。我在饭堂啊，过过过。OK， 那就很清爽了。十八级当我面刀的太医，要过来以后说工程师也能有什么好人？那太医应该是铁工程师，这把我会出十八级。那叔叔说他刀了一个人狼恋，不知道，先出十八级。七仔仔感觉他大概率是个秃鹫，不，我跟你说别怕。十八级怎么是暴的警？咱俩也不用互保了。那个脸上不是警长双刀，然后你也没动刀，我也没动刀，就 EBZ 动了一刀，那外边还多死了一个，不是鹈鹕吗？去票就行了啊，过来。我投十八 Z， 赶紧的。我当时也在现场啊。站起来打嘛。步步喊着。怕啥？站起来吧！铁坏坏，啪！回头一刀。那我应该把王拉奇关进去才对。了呀哪有杀好人？那为啥？哪还有好人？哇！我还很自信，我以为人狼恋，我去！哎呀！都很自信，都很自信。我说猴哥一出生就敢站着跟我说话，他铁坏。我只是想验你一下。不是不，谁不敢怎么用我的兵刃？当好人练，我最好一个。全是坏的，狼人就动了一刀，死了六个。我操！今晚都很稀奇啊。那练的进度里了，人狼练是吧？领导双脑上一刀都练吧，当好人练。这一刀俩，说是这一刀俩。叔叔是真的骄傲。今晚我单防叔叔，我死了就是他，他死了就是我。叔叔太搞笑了。单防叔叔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这一，我刀了个人狼恋。卸了三把了，好，卸了。你这把什么身份？哎，我操！你这把什么？怎么说？是秃鹫。行，走。哦。哦。哦。我给你找一个啊。我是个狼。
喂，什么？王总，喂，王总，到主啊！王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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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桌，同桌说吧，同桌聊吧。哎，我应该会偷辣椒，因为我就看见过猪猪，然后猴哥一开始也在左边，然后还有谁？我不太记得拉奇在不在了，但猴哥是没有跟着我和猪猪来右手边那个娱乐室的。然后娱乐室还有很多人，一群人，我就不一一回顾了。但是拉奇肯定不在，好吧？应该是到加拿大了，过来。私狼报警。OK， 倒了两张牌，这两张牌绝对不会是我，也不会是还微信引这个爆额，也不会是耗子这个爆肉汁的，好吧？其他的信息没有了，我们三个在一起，我身份已经跟他们两个通了。我如果被拘，就是18Z， 好吧？因为耗子肉汁在我这边身份要高一点，过。好的，耗子发言。拉奇确实没说话，那我们就看拉奇呗，对吧？然后如果他有点票，或者大家有聊得出信息，咱们就投谢仔仔，因为谢仔仔和我十八岁三个人一起复活，三人行，75%以上有一个坏坏。如果拉奇没的信息，我们对吧？就投拉奇过。耗子我铁信，好吧，我耗子七仔仔复活是吧？耗子上跳。我们出来的时候，白板大鹅几个坏，我们三个去了，太医身份我们俩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嘛，不行看他去点不点票嘛，啊，聊得好的话能聊出信息就投七仔仔嘛，过。先发言，首先我跟叔叔站在一起，你不十八岁你这个发言是错的。首先你不知道他是装静音还是真静音，如果他是装静音，在别人发言好人发言的时候他点一票，那是不是这个人被诬陷了，对是不对？所以说我还是想出王拉奇过。反正我能铁保仙姐，我走到饭堂仙姐就跟我贴一块，其他的信息没有了，我这把仙姐在我这80%过，80%是好人过。我拿命保王拉奇，因为我才是那个加拿大鹅，我不怕被拘。拉奇你说投谁我就投谁，因为拉奇一定是好人，直接报警被静音过。跳梁小丑出来了，这是哪家的小丑啊？往回拉一了。耗子你这个位置学打得我不同意啊。第一，我来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个进的饭堂，你跟十八岁的确是我们三个人复活在一起，你这个打的逻辑我不同意。然后第二呢，我来到饭堂以后我就站在其位，我上面是谁？上面是三三，下面是谁？下面是朱大强，站在那个饭桌上，外座位死了谁？步步步跟孙悟空两张牌，我要打谁？打王大奇过。 OK， 猪猪公主发言。王大奇点我票，朱大强点我票，但是你别急，我开局就跟同桌报过我是秃鹫，这把不要让我 C。 所以说王大奇点我票只能有一个原因啊，当时是这样的，我跟同桌走到饭堂，然后我跟他说米西米西，他说我没有，然后同桌就去了饭堂。我去到饭堂之后，我突然箭头出现了猴哥的图标，因为王拉奇在我发的时候那个点我票栽赃我，所以我必须得明牌打了，我是秃鹫。然后当时出现了一个蓝色的箭头在哪呢？在那个医疗室右上角。我上去准备吃，下来的是谁？是王拉奇。他看我往上走，他又回头过去报的警，所以出谁？出这个王拉奇，他是故意报的警过。哎，猪猪公主说的好像跟她的路线是符合的，因为我跟太医从电机室走到那个娱乐室的时候，我站在娱乐室左上角，下面是七仔仔，我的上面通道是猪猪公主，她突然一语不发的直接往上面走了，所以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是秃鹫。哎，我可能想投王拉奇比较多，有可能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朱大强是他队友吧？拉奇静音了，有这种可能吗？但我想一下啊，回顾一下，童珠说他觉得可能刀到加拿大，但是朱大强跳出来保了拉奇，但是又在想猪猪公主会不会编故事呢？我好困扰。那你们都没有人盘一下步步步怎么死了吗？我的天。
你们相信猪猪公主的故事，你就投拉奇，不相信就投猪猪公主吧，就这样。啊，那你相不相信啊？你相不相信？曹老师，我都掏心窝子说了，我跟你说，而且我在说肯定是只有一个箭头啊。就一个箭头，朱大强肯定是加拿大，因为他 no 好、oh, 不亏我去猴哥，我是真不想当你啊，你为什么要逼我身份，我编不出来了呀。你不说你秃鹫吗？对啊，我编不出来，我突然想不起来好人身份，想的都是坏牌，说个最不容易被当到的吧。他当我面杀人了，我就跟说弄。下回秃鹫我得先嘎你了。我还寻思秃鹫我也拉一手秃鹫的票，对吧？咱们这人与人这都是互相的，我给你支一个，你帮我们一票。我盘一下啊，就是。为什么我会刀这个七仔仔？因为他就如果说拉奇是被冲票冲出去的，因为猪猪公主，我是投的拉奇，因为我觉得猪猪公主，可是我又信了秃鹫的话，然后我又再想了一下七仔仔说的上一轮，他说他站在我下面，下面是朱大强，那朱大强出来捞了一手，拉奇，然后七仔仔还把他打回去，那我就觉得七仔仔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这一票，我刀的七仔仔啊，我刀的。你们再盘一下布布布吧，我看上一轮都没有人盘布布布的位置，有没有鹈鹕外置位置谁啊？没有人出来讲吗？啊，过。七仔仔，等一下。七仔仔，耗子先关下麦。七仔仔不是踩的拉奇吗？我觉得，然后他是打的耗子。我等一下，我想一想，因为耗子是拿位置学，就是给的七仔仔压力。他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生，必有一个狼，所以踩的七仔仔。然后耗子还说他们一起出生还有谁，我想想，我觉得大概率耗子得是好人了，因为如果说餐餐是狼，他去这样刀仔仔，就相当于如果他自己是狼就把耗子也卖出来了，如果他是警长或者正义使者，反正好人刀，去刀的七仔仔，那耗子是提供信息的，也好人概率70-80%吧，所以耗子我想放一放，其他的，猪猪公主肯定不是狼了，因为她那个我铁信，其他的你们盘吧，我前奏会发扬过来。那如果说，照你这个逻辑的话，餐餐好的，耗子是肉汁，18Z是鹅，我的身份我自己知道，铜猪能保猪猪。大强又是上一把直接报加拿大，餐餐报警卫，那不就剩下恩姐跟苏苏吗？猪猪不是秃鹫吗？铜猪，我记得，哎，是我听错了还是什么？大强你归票吧，好吧，我信大强的归票过了。太医给我和十八内报了身份，十八也是鹅，我是肉汁儿。朱大强身份已经明了了，餐餐带到好人的话。那么我们能盘的人其实没多少了，就只有苏苏、同珠和恩姐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如果朱大强是真的加拿大的话，那狙已经用，早该已经狙了。那布布布现在还没被狙，我觉得猴哥和布布布里面要出一个刺客狼，大概率可能是这个布布布被鹈鹕吃了，可能是因为猴哥是在那边的呀，对吧？被报警的呀。那么我觉得可以拍身份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刺客狼走了。怎么说？我觉得后置位都拍身份吧，同住没拍身份，目前不知道，后面拍身份吧。过，可以直接拍啊，因为太医身份我和浩知道，穷的我们是吧，我们都能直接点票的，直接拍吧。大强加拿大顶枪的，你们怕什么？直接拍啊，过。我在饭堂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是锁匠，虽然我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人，大强有听到对吧？然后呢？那你们这么盘，一个肉汁，一个鹅，十八内核里面餐餐好人带刀嘛，他刀的七仔仔立马拍进来的。我是锁匠，我不太像什么好人。同猪他的逻辑是在盘，在打狼，对不对？太医我不管，
说说，被军训了是吧？开不出刀，我就说一个逻辑，我不是狼。上一把叔叔这一时的刀，我和朱子公主好人面，我要有刀这把，死的第一个就是叔叔。过。过。OK， 那就毫无悬念了，大飞叔叔。这个叔叔，仇恨大王呀！外面全是好人。金训，金训狼。我这把枪我还跟着他，我死了就是他，我不管。还来了？晚上怎么你一晚上？我要治治你的小老正义。我操！我刚开始 ，OK， 先快军训他。纠结着我，以为 EBZ 是我拉琴提壶。我以为你是狼童猪，你和秃秃在一起，我直接冲了王上去。啊，你吃的是布布把我刀了，布布他把布布吃了，了然后他报的警。对，因为猪猪、哦、他一拍进来。我直接报，我是跟踪者，你是什么？我通灵者，通灵者。通真不真心？我哎。我很快，现在头没有兄弟，一丝都没有犹豫，啊！现在头没有兄弟，我谁点还没，我还没，还有我两秒，一秒零 ，OK， 按一下，零杠十三，你想信不信我？我一秒都没犹豫，没有我靠！我直接报警了。这个那个猪猪公主说，我当叔叔，然后猪公主过去把叔叔刀了，然后恩姐补了一刀，再来左边还开了一刀太医，我是从。娱乐是右边过去直接拍的景啊，有点远，所以代表左边在娱乐室左边桌子感觉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因为都没有到刀了之后报警，都是补刀的啊，就直接动了两刀，先投恩姐吧，动了第二刀的不是什么好人啊，过。棒打先成。嗯，去仔仔没病没啊？那么去仔仔。嗯。啊，对不起。嗯，没事，那我是在发动机复活的，然后。站了一会儿，这个七仔仔跟胡哥在那边好像对身份，我没有停留，我就往下走了，走到食堂报警。那我能证明的就是他们不在饭堂那边，别的没有了。想听先怎么说？过了。如果没看错，鸡腿应该是一开始少了一个啊，然后是现场是有突厥，然后最后拍进来是两个的。好吧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因为一开始我想按，结果没按到，所以说最开始的那个鸡腿肯定是没有了，就叔叔的鸡腿肯定是没有了。我看的时候只有猪猪公主的鸡腿，然后再来就是拍进来的时候太医的鸡腿，然后过了。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个七仔的是跟踪者呀，把他拘了，然后我们弃票过。狼爷，我已经帮你们到这儿了，实在不信，我也没办法，自己没把握住机会，过。想一下啊，我想一下。谢谢失落感动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。红猪在现场，因为红猪那发言，他肯定在现场。恩姐在现场，而且还动了一刀，现在还没被拘。不信。好，我觉得其实恩姐不太对哦。谢谢病弱三段突的钻石粉丝。恩姐那个身份应该早就被拘了，没上当。我觉得恩姐不太对。看你们吧。我是在右边的十八点和病看到我。我是看见的。然后那会儿呢，就是西恩在苏苏头上拍空格，要刀。谢谢蓝莲汉最爱的建模。所以我不太知道说猪猪这一刀是西恩，不对，我不太知道苏苏这一刀是猪猪还是西恩两个人其中一个开的。但是我很确定的是苏苏的鸡腿被吃了，所以死的三个人里有一个是秃鹫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西恩，就是他们两个同时拍，所以西恩把上来吃鸡腿的秃鹫给刀了。反正肯定是里面包含了一个秃鹫，就是这样。但是那会儿西恩跟猪猪两个人都是想要刀叔叔的，
所以信息就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西恩的刀到底好还是坏，也有可能是个副过。很明显，没有刺客。猪猪是当着大家的面说我来去刀叔叔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那他这么一说的话，也怕自己没刀过输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他敢这样子说的话，如果猪猪是狼的话，他不会说这种话吧？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但是恩姐把猪刀了这刀的话，就跟布布说有可能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听一下恩姐怎么说嘛。啊，过。什么怎么说？他妈跟叔叔当了队友，他妈被猪猪刀了，我补猪猪的刀怎么了？弃票，不，跳起来打，弃票。我身为一个正义的人，我投西恩了，过。我也投，哇，这，哎，哇，秃鹫没死吗？这么多弃票，那是哦，有另一个秃鹫应该是死了呀。有个吃了，然后就被赶了。我看到是有人吃了，然后有个链子，腿有个链子。哦，这也站住，小温。嗯哼，干什么？跑了，他跑了，哎，跑了，跑了，没错，没错。怎么说？十八，这要搞我。芥末牛，我倒要看看谁跟恩姐是那个叛徒，直接逮到朱大强。这是谁呢？猴哥和七仔仔其实在我这儿。谁是那个叛徒？先放下，能盘到是狼，应该是从王拉奇部队。这一票我。直接挂王拉奇了，我可能，好吧，因为参战和十八是去报警的，不能分析出西恩是那个链子狼，那就是同珠和王拉奇这两个女人，不对，那我直接点票王拉奇了，我可能被拘了，过。不，你肯定不会被拘的。王拉奇一直在那个娱乐室里面了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只是推出来西恩应该是那个链子狼。哎，不对，你有可能会被拘。过了。对，那我说嘛，朱大强在我脸上爆开了。原来两百票不够的话，西恩和朱大强是链子走，对吧？那上一轮猴哥递身份，我感觉猴哥也要放一放，好吧？递七仔仔身份，这进去得跟他说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听一下王阿奇和同珠发言嘛，因为同珠第一轮在我这边也是没有去推狼的一张牌哦。听一下啊，聪明的女人的说话，过。哦、oh, 的 ，OK， 七仔的发言。第一轮的时候呢，我跟猴哥走在一起，然后左边是谁呢？左边是王拉奇，对不对？我们三个是附在一起的。然后我们来了波真心换真心，猴哥没有递我身份，好吧？猴哥，我一会儿跟你解释一下啊，我一会儿跟你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呢？好吧？我想到你一定是猜到了，所以说你在我这儿，我认你为铁好，好吧？我可以听你归票过。我刚刚听到猴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十八弟要刀我。我觉得十八 G 如果想让同珠归票的话，那十八 G 跟同珠很有可能做成双狼，或者说同珠可能是那个秃鹫。我觉得，因为在上一轮有同珠是第一个点，那个他是秃鹫，有秃鹫吃人，我是没看到了。反正我可以听猴哥归票啊，过。那我基本两轮。都有人跟人在一起，第一轮我是说了七仔仔跟猴哥一起走的牌，那第二轮我是在饭堂报纸报警人能认他，那听猴哥归票，但我觉得同珠在我这狼面也挺大的，我不是那个确实有秃鹫吃了最开始苏苏的尸体啊，所以我才没拍到的，然后布布也看到了，好吧，然后 EBD 这轮的发言他是打我的，他不是要听我归票，所以参战的发言是有问题的。刚才耗子是应该是追着先往左边跑了，然后猴哥还有谁一堆人，我们一开始去保安室看，然后西恩是钻洞出去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狼就出来往娱乐室走，我在走娱乐室的路上碰到了耗子，耗子往左边追人，我没看到追谁，应该是追西恩去了。
发言的话，我觉得参战的发言最不好，但是耗子已经投票投拉齐了。其实在我这发言不好的 EBZ， 然后参参发言都不好。其实拉齐的话，你说他两轮有什么像狼的行为，那也没有很像，好吧。要我投，我投参参，他这样篡改发言。哦，我过了。本来吧，我觉得这个铜珠前半段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最后他来一句我要投参参，那肯定是不对的。你现在应该从王拉奇和 EBZ 里边找一个，对吧？耗子已经投王拉奇了，那我来算一算票，我们来算一下啊。上一轮五个弃票，新朱大强他俩上一轮是弃票的，然后这一轮他俩死了，那就说明还有三个弃票。那么三个弃票，我们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个人，三个弃票，耗子点一票，还剩四吗？四的，对。那我八，那要不九点。点谁？有没有幼儿园老师？快点，很要不点王拉奇吧？哎呦，有点算不太明白呀、啊，说实话，哎呀，有点迷糊了。完了，我可能得从头开算了呢。我随便点一个，点兵点将，点到谁我就选谁。谁呀？铜珠过。你们怎么每一把都这样出？哎，我点我自己。啊？喂，我点我自己。哇。点兵点将给点着了，给我点傻的，点错了，啥猴哥都算不明白啊！不一定啊，他哇，我这下好人，脑子太清晰了。我通行者猴哥，第一轮给你报，您刚十三是因为他们抓我太敏，猴哥。七仔仔，你是不是坏坏？他不是，我铁好啊，他不是，我铁好啊，那就是拉奇，拉奇十八 G， 就剩你俩了，拉奇啊，十八 G， 我是复仇。我靠！哎呀！等会儿啊，就剩十八这一个了。想一下，就是他了。西恩刀了，不，猪猪刀了，苏苏，西恩补刀，大强是西恩的链子。太医，等会儿，我突然在想，我刚刚。定格的第一轮的画面好像是七仔仔刀的太医，是吗？但我回想一下，这到底谁是坏人啊？哎呀，给我整懵了。七仔仔跟猴哥是在一起，那就是步步有说他的位置吗？给我整懵了，我有点晕。你们后置位补充一下，过。这轮是肯定从步步跟十八 Z 里边归一个。其实十八 Z 啊，它是一张什么牌呢？感觉它是一张找人落单的一张牌。它肯定不是加拿大鹅，那说明是什么呢？那说明它就是狼。因为上一轮呢，我从那个保安室走出去的时候，朱大强在保安室里边。朱大强是白名啊，对吧？他想趁我跑出去的时候把朱大强给嘎了，对是不对？而且王拉奇现在他已经双倒了，他们俩警长双倒，期待我认好，参参他能报警，说明也是好。那应该只剩一个十八 Z。这个步步发言。一句话没听着，期待的归吧过。我是一直在娱乐室，而且第一轮是我跟你们说了现场情况，就排不到我，那我就直接拍身份，我是星界行者。那在我来说，那我肯定是出 EBZ 的过了。没有啊，我冰原，听我说完啊。第一点，我是打狼的一张牌，对不对？我说恩姐和。要听恩姐发言嘛，因为我怕是因为不怕他是复仇嘛那一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说听他发完言，但是我点票是点了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第二轮拉进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，哎，
这个铜珠我重点踩了一下，因为铜珠在我的理解，她一个聪明的女人，我感觉她应该会去第一轮会去踩踩，恩姐会去盘一盘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哎，铜珠第一轮没踩狼，我感觉铜珠不对，是不是？我要听她怎么说，然后就点票了，没错吧？我跟也是跟归票位，但是为什么猴哥你能打到我呢？你是鹈鹕，你一张第七仔来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要找朱大强了。因为朱大强，你可以悄无声息的把他给口了，对不对？出七仔仔啊，啊过。哎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搞笑，哼，出去吧，猴哥肯定点的你，我相信你，大哥。我明白了，哎呀，十八 Z 是鹈鹕，他想悄无声息的把朱大强给口死，吞掉。爆开了，我去你的，吓死我！我明白了，朱大强，明白了，放开。如果我是 DJ， 我以为猴哥是秃鹫，屠杀那个刺客。呀！裂开，拿起，我在准备收拾衣服了，准备上岛了。OK， 没事，我也要上岛，我也要上岛了，舍身取义。别口口的了，调查组都来了。不是，那调查组跟我口不口的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如果我这口着他都能调查我的话，那我觉得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那是自己有的人啊，他内心龌龊，我只能说是。不是，你听啥我也听得错，我也听得错，那我也听，等一下他，等会儿，我也自己内心有，内心。不够绿色。这么快吗？你们的思想太肮脏了。上哪去了？尿尿去了？他去穿了，去穿一穿，穿一个，他去穿鞋了，赔一个。他阳了，现在还没好。赔一个。这都能赔了吗？不，你可以现在炫点那个去油丸，待会儿赔一个。我没买，我不敢吃，我怕我这样吃，待会儿就真得穿。我回来了，我刚上厕所吃了。在下播的时候吃。OK， 好的。哎，正好打个广告，